目的就是这个科学公益，要有计划来注册这个资讯公益的 ID 的人员，专业人员。对，我认为这个是不需要的，这个是成为一个笑话来的。我今天在经济理事会说，如果我们要有毕业的人，要有文凭的人，那么 Microsoft 的 Bill Gates 跟 Apple 的 Steve Jobs 在马来西亚是成为事业者，不能够被注册，会给全世界的人起笑的。因为这个文凭或者这个专业的文凭只是一个基本的教育和培训有关 ID 的操作，这样罢了。 ID 是要靠你的创意，所以当我提出在这个经济理事会的时候，首相也同意说不应该说把它当作一个来登记，相反的应该要得到人民这些 ID 的专业人士或者不是专业人士他们的反应。